其实昨天那个朱立伦哦，在台湾哦，向你喊话说，希望可以向日方争取 TPP 的合作啊。嗯。哦，对于 TPP 的立场，不论我到美国访问还是到日本来哈，在每一个场合我都有提到我们对加入 TPP 这件事情的重视，也希望得到我们的友邦的协助哈。那这些是一个都是很清楚的立场，也在很多的场合都表达过哈。可能朱主席进来比较忙，是没有注意到。就是因为今天也是选举的倒数100天了，那其实，在上一次选战的时候，应该印象还蛮深刻，就倒数100天已经这个战火相当激烈，但这一次好像这个对手也还没有控制你，有觉得感觉差很大吗？我想，进入到最后的100天，就是真正的选战要开始的时候了哈。那我们大致整个团队也都准备好要进入这个最后的100天的阶段哈。在这里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全党的上下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哈，我们一起要在这最后的100天来共同的努力，这是可以让台湾可以更好的一个机会。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哦，那我们大家都不能放轻松，在最后的100天要尽全力把这个选战打得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目前选情的变数都还在您的掌握中吗？到今天为止。你期待的答案是什么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当然是还在掌握中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眼睛怎么了？刚才被那个东西，那个太阳干扰。刚刚在电梯上面那个，有电梯在搬东西。谢谢。Thank you.